锤的字数。大家好，我叫铁锤，今年1岁半了。我是德西大家庭黑色毛发的小男孩哦。我的爸爸很爱我，每天都给我吃各种肉肉和粮食。看我的大金链子，你们有吗？我爸爸还给我穿好看的卫衣，我好帅。爸爸对我很好，所以我很乖，很服从爸爸命令。腿，站。作为德西家族的一员。 我也很凶狠哦，很护主的。接下来我要带大家看看我和爸爸的合影。